打电话。老田，这无老田哎。哎啊，你在叫我呀？嗯啊，啊打电话无半人在家，我唔是叫你，我叫啥人？叫我要创啥的啦？我是在问你个玉莲的代志呀。嗯哎，你这唔中好笑。玉莲是恁查某囝，你肯早走来问我？阮查某囝，哎，那安尼我问你，阮查某囝哪会时常甲你安尼欺母欺父？啊，所讲的代志都唔听我知影。哎，那有啦，老鼠哎，你甲我哦，自少年的时就并肩作战啦，交情遐尼啊深，哪有啥物代志你唔够你知啦？我也是无唔对啦，咱的交情有几多十年？嘿。我感觉吼，伊唔是我的查某囝。你哪会知？听你的话，你知影讲伊唔是我的查某囝。唔是啦，唔是啦，我是讲你哪会认为伊唔是你的查某囝？你明明都叫人啦。对，我拢想拢唔对。老弟，你妈咧拜托做一个好心，想一个办法哦。来解决阮这个问题。老，什么问题啦？老鼠诶，做人哦，有时阵哦，目睭啊金一蕊，有时啊目睭客一蕊，安尼日子较好过啦。亲像我老听诶啦，啊，什么代志拢都爱我管，到到尾啊，什么代志都拢我唔对。嗯，阿姐，不可。不用你了。我苏奶奶以前嘛是一个武将，做代志要哪样，我那含含无。这摊代志，我一定要查一个清楚。老林，阮查某囝已经有对我讲过啊，这所有发生的代志，分明就是你唔对。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何玉我是请你来斗三工的，请你来斗。我帮忙你。嘛唔是要害人的性命，我几秒以上伫咧做代志，是全凭我欢喜，生气的心情伫咧做的，嘛无代表讲我是一个善恶无分的人啊。李烈，你的查某囝来到中原，交到王孙公侯的后代了，你就变到这样子，不但要甲我斗三工，袂要紧，含人情也歹。多林。你讲话就要凭良心哦！你拄着遐尼多人要害你，若毋是我，你敢要搁办法通我徛倒来遮？好啊，下回莫讲遐。人你敢是答应讲要发一包最结束的？对，从今以后咱互相无事。你答应。好了。这包是毒药粉，稍等下。如果若是毒药粉，也沾在人的身躯，规身躯拢会烂去。也不过我自从话讲正经哦，这摆是我最后帮忙你的，以后咱互相拢总无相欠。行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出来啊！贵彪，你两个提出遐尼毒的物件给大哥，你唔惊受到报应是？大哥呢？我是因为欠恁大哥的人情，所以我才安尼死做啊。但哥你放心，这包是解药，你先摕去药炉通饮落去，毒药粉自然就会失效。予你的大哥以为讲伊药通已经死了。安尼生意就会当避免一场的灾祸。小五，大哥甲你讲，我的伤都已经痊愈啊，唔免搁再吃药啊。
哎呀，大哥，虽然讲秋姑娘有种迄种药哦，但过万一有交代呢，嗰只药啊吼，赶快来吃。嗯，好啦。秀，我单位药啊已经吃了啊，你还徛在那家创什么呀？哎，大哥，你有感觉无？这个医，甲这个医，根本就是同一个医嘛。秀，啊，打你这个医甲这个医，到底是咧讲对一个医啊？苏玉莲啊，苏玉莲，你是安怎？哎呀，大哥。对啊，哎呀，大哥，这边老可怜嘛。哎，对啦，可能是一故意装扮成金毛不用。装扮？是啊，人阮查囡仔人哦，上好从这个面安尼，遮抹一个，遮点一个，这边才抹。大哥，你看啥？笑。你是查某？无啦无啦，大哥，你听唔对啦。我是讲，因查囡仔人啦。我拄仔明明听你讲。大哥，你到底想要听人在笑无啦？听，只是小五，你唔通袂记哩啊。道路是死在我的怀中。这我知影，阿爷唔讲。你解开这个谜，就会当知影苏玉莲甲多罗，你到底是甚么关系？我要来去苏家行一撮。小五，我看你比我搁较关心苏玉莲到底是不是多罗啊？是啊，因为安怎？因为小五我看到大哥你安尼，规工愁眉不展，唉声叹气。嘛无爱看到老伯伯，伊的身躯边无甲一个新妇，甲伊哄胎。唉，阮阿娘为着我唔搁再娶，非常的生气，去住在阮阿婆的家中，也唔肯倒转来。我实在真不好。确实厉害，刚才我憋出来。谢谢，谢谢。
来看我一次。哎，多谢你。小姐，我哩有一位叫翠萍的姑娘，我要见你。翠萍。小姐，我哩有一位叫翠萍的姑娘，我要见你。翠萍。哦，你家讲我人无爽快，我无想要见啦。不过老爷已经叫我家己带去楼顶了。伊即摆人伫外面。啊，请你们，请到客厅就好。紧。参见孙小姐。公主，免礼，请坐。你叫我公主，你哪会知影我是公主呢？公主，你为什么唔坐呢？苏小姐，我今日是专程来甲你感谢，有道是无功不可受禄，我是专程替你娘要来喊你的。你实在太客气，因为我这几天受到风寒，也惊讲甲你见面会甲你传染着。我是想讲，你真想我就为阮家姐姐，所以才会送你银两。希望你唔通不再客气，收起来。你看我亲像你一个阮家姐姐，我嘛感觉你敢亲像我一位故友。故友，你小姐。我人吃艰苦，春花，要不你送伊出去？暂时不应该你见面。对啊，涂阿昌已经给我逼出来，我应该爱紧来去甲罗通议论上才对。小，这么暗啊，你唔准去睏，啊！你搁跟我等下我的房间做什么啊？
八日练功啊。练功是大哥的代志，去困。哦，去。什么人入来我的房间？是我，苏苏，唔通我是？你是要来跟我讲，你要去出家为女性？苏，我不准。没有你这么好死，我规家伙给你害到狗屁人无，你现在已经中着鬼鸟脚头，又搁中着我一招，试看你管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的滋味，而且我都笑我满腹的混话。你是人鬼？我当然是人。你害无死的多罗。你无死？对，我无死。真不幸，你若要拄着我，就是你的死期。也唔知啊，我跟你拼啊！最好
袂坐。来到东市，有知影来打底。三年出世，亲友啊有鼓励。英勇无论出身低，知影干哪会做头家。如今我的企业真正多，已经成功，无